大家好，我叫樱桃奶茶，西瓜拔辣幼童大会，西瓜拔辣。西瓜拔辣，我们是西瓜 group 的，西瓜实况 group， 有没有？西瓜拔辣团体，你们都要加入我的西瓜拔辣团体。我要去找烽火台可以龙生的地方。我现在是超强原木哦。一开始生存都要有什么？都要有原木啊，你说对不对？今天我再来玩 Hive 的 Hide&Seek， 然后我这个原木已经快要开掉了。Hive 的 Hide&Seek， 然后我现在目前是个更奖，你什么奖啊？你这样对你的观众啊？烽火台啊？那观众会难过台啊？工作台哦，那我都很困难。哎。你是哪一个？我在龙蛋上面。不要挤我哦！我在龙蛋上面。你是原木吗？对啊。我是在旁边那个，不可能从阳台上面的原木。你看到那个，你往左边看，你看到一个那个烽火在跳吗？不有。不同，那个不同是假的。哎，那个太阳怎么死了？挂了，还需要问吗 ？Q Q， 棒 Q， 我都躲了。太阳，你不要来啊！真的？你是什么？你还我们刚刚讲。我是原木啊，我是 level 2的原木。有一个阶段八个原木。好恐怖哦！哎嗨 ，Beacon， 这是栏杆吗？还在那里好多，不是，是其中一个。好吧。对，我找员工，不是找工作台。嘿嘿，你永远找不到我了。哈，看到你了。哈哈，你在我附近的门。对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四处找一下。哎呦，卡卡的。各位观众，你有没有看到我走的地方？哈哈哈哈哈。工作，我懂，我懂。有。你也行。我大概看到你的思考方式。好。你在投什么鬼地方啊？这个很好笑。不，对，是。所以看到我了？没有啊，我不懂你在哪里啊，我现在在找。你真的在我附近吗？对，竟然看得到你，你很好笑。我可以救回你们吗？我放烟火好不好？我放烟火来救回你。好啊。要噪音，要噪音！你们一定找不到我。来开暂停，我们一起来玩找油桶的游戏。啊，有人！啊，等！哎，你们会不知道吗？我刚刚躲在那个屋顶上面，那个龙蛋的上面。那我跟你没有看我近啊，但我看到你啊。超狂躲藏地点，有没有屋顶上？在干外地。嗨，太阳。顶端两个圆木。哎，刚刚我就在那个屋顶上。我不在乎，我现在只想找圆木。圆木先生，你在吗？你在那坐。两个圆木哎。他们应该都在圆木区吧？但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抓了、啊、他们怎么会那么笨？那他们会不会在屋顶上？我觉得会，我要上屋顶。我又要上屋顶了。哎、欸，各位观众、哦，这个屋顶哦，原来是这个屋顶哦。对，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现在 Hive 有更新，就是这个游戏，它现在是近期才更新，所以我们才会玩。
那等一下我们会玩别的吗？超级僵尸。我好久没有玩原味生存了，想玩。有啊，我认真生存。但是我们认真生存还没拍完。对啊，然后蓝甘蔗也还没拍完。有高兴。哎，我们赢了。You win. Yeah. 真是的，我觉得好难过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啊！不然你跟我讲。我这里有超多盆栽耶！我这里我自己有盆栽。哦，你是盆栽啊、哦？我是南瓜灯。南瓜灯好难躲、哦。南瓜灯怎么躲啊？我的妈呀！哦，这里太多花盆了，有点卡。这都懂吃懂吃的花盆，哈哈哈！有一个花盆。我这里有一个 beacon， 大概然后四个花盆吧。可以，这是一个这个游戏好吗？我觉得不错哎、欸，尤其是它新更新，我之前有玩过没更新的，我觉得不太好玩。没更新不是还有一块饼干吗？哦，对啊。Why I can't go solitaire? Hey man, are you a bad dude? 为什么一些花盆跟那个风火台跑来跑去啊？有两个花盆跑在那边跳舞。哇，好恐怖哦！哦，我的心脏在跳，我心脏在跳。哦，这样有像吗？感觉要转个身对吧？哦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觉得恐怖。叮咚，叮咚，叮咚，赶快走，你们这些废人。对，走走走，很快。给你掌声好吗？给你 YouTuber Cookie。嗯，走开，走开。来了。怎么还是变背面呢、啊？我正面到底在哪？我被砍死了！你被砍了？找油桶喽！找得到吗？问题是，是那个花的石子。我一人那个花的。超少人选南瓜灯的，只有我。哇、哦，大开杀戒！心脏在跳了，剩一分钟，我不想那么快死。好恐怖啊！旁边超多人呢、欸。No！ 不要进来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好，很好，很乖。OK。你在房子里吗？对。对啊。哎呦！哎呦哎呦哎呦 ！Level 三哦。你能不能救我一下啊？不好吧？我现在心脏是在跳哎、欸，旁边有超多人嘞、欸。有看到我吗？没有。哦，好恐怖哦！57、56、55、54、53、55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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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进来哦！不要走进来！不！啊！等等等等等！我只
只剩几秒了。小七，休克大师，来干问题。结束。哦哦。我抬哦，你要帮我抬。我选那个，这个。我选新砖，我没玩过。那我有新砖。新砖感觉很多建筑物都用新砖盖的吧？随便抖一个感觉 OK。你来。OK。上面投票，右上角投票，你觉得？你别走。哦哦哦，那个人。敲他敲他。那个人为什么那么狂啊？一开始就，不是哦，没有，是想说为什么他一开始就可以敲人？干嘛游戏还没开始哎、欸，同学？对、同学，你是玩错游戏哦。哦，不要那么快就开始。I say no。Gosh。你是石英砖吗？你可以过来。好，我看到你了。哦，对，都是被打到的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好狂哦！我记得以前是被打到。这地图有 bug 哎。啊，对，我刚刚还没讲完。好，现在来个投票吧。你们觉得我会不会右上角投票？你有什么？我是那个，我是烽火台。啊 ，shoot！ 嘿 ，no， 毒的，哎 ，you are so bad。不是啊。So bad. You are all so bad. So bad. 好。哎，来。那有那个阻挡方块可以踩到吗？哦，阻挡方块可以过去按按钮或打人。就是你手可以伸过去。现在有一个书柜，一个石英砖，一些叶叶。嗯，叶叶应该是最好找的吧。Hey, dude, you can't do like that. 叶叶，哦，找到了，打你这笨蛋，哈哈。你找叶子叶。现在有两个，那是血砖还是石英砖？血砖。你有这个？我这才知道血砖跟石英砖长得真的超像。嗯，还有 beacon 对吧？你们这些 beacon， 是不是人呢、啊？但听起来讲人怪怪。我以为 Beacon 他是不是大人？Beacon，Sesame 是什么？什么叫 Sesame？ 哪里有 Sesame？ 我们原名是。那是一个人的 ID 啊。是一块血。啊，是哎，真的血哦，血在这超好躲啊，不是吗？哦，有，我听到有人打到。哇 ，Hey dude。我被捡走了，有打死吗？他是超级敌人，老西飞。不是吧？我记得是那个剑有击退。没有，剑是有。鸡鸡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那点订阅吧，这样可以拿到更多好看的影片，会不定时发出新影片。还可以去有很多地方，也可以点一下订阅，顺便帮助我们点赞。拜拜。拜。